黄色的黄。哎，叫他拿杯子跟你交换。我要黄色的。不要。我就跟你说。哇。我要黄色的，黄色的。帮我拿一下。哇。嗯。哇。你看弟弟的带，你看这个字要在前面。好。好。九只。这个要你带，你都不带。还是我要黄色的。我可以自己擦吗？擦口水。我想可以啊，你的地方。它那个掉了。擦这。擦这。擦这。嘿。这个烧起来了。擦掉两个好了。不用啊。会不会蛋糕烧掉？我去烤蛋糕啊！好，准备喽！好紧张，好紧张，好紧张哦！那你来，我也好紧张，来喽！欢迎平安无事，来喽！看有没有拍到，来喽，来喽！弟弟，来喽！这个，等一下，我这个相机的那个，是林吧，是林吧？你也很兴奋，对不对？我想是你。我们要挑战，一次吹十根蜡烛，不止哎，十加二哎！我来喽，来喽！要不要我帮你？十根呢？那好了，我蜡烛跟这个一起好了。我马上滴到蛋糕上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是就是草莓。熄了。哦，完蛋了。不会完蛋的。不会，不要哭，不要哭。先点里面的，里面的好看。不要假装了，没事的。十根来了。我怕你看不到。好了，先最后一个，这个先插下去。啊！你插到我这个洞了，没关系，在这里。你们好好笑哦。好了，哎、欸，还没有，还有两个。我的手我在卡我的手。公公不要假装。不行，我的手会烫伤。哎、欸，没了，等一下，我一定要成功，十根蜡烛。可以的。都不要哭，你哭会喷气，会把它喷死。好了，关掉哭。不，还没有哭，还没有要哭，还没有要哭。我要许愿，我等一下。还没有。对，先开灯，要许愿了，先开灯。还没有，我忍耐一下。先唱歌，快歌。先唱歌，来，一二三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彤彤生日快乐！快版的 English 的英文版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彤彤 ，Happy birthday to 彤彤。好，等一下关灯许愿。用这个挡住他。好，关一个灯好，许愿。这个盾牌，彤彤许愿，彤彤许愿。我要先说出来，对。今年可以在街头弹钢琴成功。好。表演成功。然后第二个。要拿出来！我希望篮球技术可以更进步。然后第三个，我要自己学。好，学好了。好，来，请开灯，妈妈。哎，要先吹啊！太乖，听我的话。我要吹咯。等一下。呼！彤彤，帮忙一起呼！彤彤一起。彤彤呼！彤彤用力。彤彤。喂，什么都喷飞了，草莓的叶子都喷飞了。好，生日快乐！彤彤，这给我，那盖子给妈妈。你怎么了，彤彤？这什么奇怪的表情？切下去哦，好棒！切下去，好，就这样子。来靠近一点。下面有一颗草莓。好，切到底，你把它切到底，来用力一点。草莓也切吗？没关系，草莓也切。喂，好，切到底。好。那油该怎么涂？切。大家一起吃，对啊。帮我带一下，等一下一边吃。大还是小？大。一个，我看，好可爱哟。哥哥借我的。哥哥借你的。我来发叉子吧。妈妈的，我的，东东的。东东的标签可以穿，好可怕。哦，而且你要加水蜜桃，对不对？我喂东东。爸爸的，妈妈的。要带，麻烦我带。我的，东东的。我带。爸爸的。好。哇，还加料一个大水蜜桃，哇！彤彤的愿望就是其中之一，就是要吃这个大水蜜桃放在蛋糕上，对不对？
哇！哇，谢谢！要不要帮你拿碗好了？你再拿碗筷。谢谢。哇！东东呢？开动！我不要打。我被我带了，来。我不要拿水果。我要先吃第一口喽。那你要蛋糕吗？好。不要打了，等一下弄弄弄。我上一直有打。带着比较有寿星的感觉啊。我上一直有打喷嚏。会一直掉吗？这样子就不会掉了。这样就不会了。你再敲一个脚。好吧，我上一直有打喷嚏。上次的时候打喷嚏没关系啊。我不要一口。那你看。我不要，我只有蛋糕，我只要白色的。啊，白色的在这。白色蛋糕，白色蛋糕。好，我来喂你白色蛋糕。是奶油啊。你怎么这里有辣？我掉下来了。你那个不是辣吧？我可以吃蛋糕。对啊，一起吃。妈妈，这个草莓车它烧焦了。这块草莓。烧焦了。来，我跟你换了，跟你换。我都不怕。不要突然假装很小，你十岁了。煮熟的草莓还是草莓啊，对不对？就像那个什么，凤梨不是也可以煮吗？对不对？要来拆礼物了，但是拆礼物之前，我们有一些话先跟你讲。十岁跟九岁，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哪里？一岁啊，一百岁的。好，爸爸讲完，我跟妈妈觉得，小朋友啊，进入到十岁是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了啦，所以是时候啊，要让你自己有自主的权利做一些事情。你先看是什么好了，我讲那么多，你先看是什么？哇，是什么？打开。哇，一个袋子。一个袋子，袋子，然后没有袋子，然后你自己慢慢给他自己拿，给他自己拿，打开。这是什么？拿出来，你打开。哎，这袋子怎么捏？小心小心，它要松。我猜。好，拿出来。哎，好多层哦。是什么？你知道是什么吗？电动扶手。你会用吗？我会耶，你怎么开呀？我教你怎么开。开关在它的这个右边的小开关。刚刚我这样看得到。没有。真的，你看这是时钟，然后。我给相机先拍一下。给我。它平常是有这个时钟的功能。爸爸给我。其实它是一个掌上型的电玩，就是 Game Watch。给我。Game and Watch。按住这个。嘿嘿，有电动，然后按住这个站住，就有新的了，张家冒险。然后按上下可以切换不同的主机。妈妈先讲一下那个盒子是什么，来，不要抢，不要抢，来，妈妈那边有一个盒子，刚刚的盒子有一个袋子。先关掉吗？对，按右右边那个是关掉。嗯，好。然后你平常不是要保护它吗？这个给你放的。然后那个可以擦眼镜布，可以擦它的镜面。这个不是让你包，对，它是可以擦的，然后帮你收进去。然后这样子吗？给我。好。放进来。然后保护它。我要。那不是你生日，又不是你生日。这个。我是你才三岁耶。这是任天堂出的35周年萨尔达 Game and Watch。它的盒子也有巧思的，你看。萨尔达传说 Game and Watch。是有巧思的，给我，爸爸这个，好，但是，首先第一个就是你的视力的问题啊，你的视力现在本来有近视，那最近点这个散瞳剂慢慢点回来了嘛，那我们希望你能够继续保持你的视力。如果你的视力有掉下来，又要开始近视，这个东西我就会收回来，因为变成我们害你啊，你懂吗？第二个事情就是游戏的时间，你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时候要玩。我们相信你的自制力了，因为你已经进到十岁这个阶段，跟九岁、八岁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哦，你时间自己决定什么时候玩都可以，但是一次只能玩20分钟。好，20分钟就一定要让眼睛休息，可以吗 ？OK。哦，好，那第三个，妈妈要补充第三个吗？去外面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去外面吃饭。我要运动，不见得那个电动。但是。就是你要注意哦，因为我们出去一定是爸爸妈妈跟弟弟跟你出去。如果你都花时间在打电动，你就会少跟我们相处哦。
你自己判断，你自己要判断什么时候拿出来玩，好吗？如果我们一起在吃饭在等，然后大家在聊天，你不能就低着头一直玩，你知道吗？你是要跟我们一起互动，然后走路的时候不能边走边玩，对不对？很危险，这些都是你都要注意到。但我相信，我觉得十岁这个年纪是一个很好的时机，也可以训练你自己判断什么样的情形适合玩，什么样的情形不适合玩。你十岁了吗？知道吗？没有，你才三岁。这边有一个谎报年龄的小孩。我不会念到。没有，你要不要再包布布？有。你念小学了吗？念包布布好了。好，所以我也希望彤彤利用这个拿到一台自己的电动的这个机会，来当作是一个训练自己的自制力啊，好不好？爸爸看看你能不能控制，很好的控制自己。好了，你有很开心吗？非常开心。好，来，彤彤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彤彤以为说这个就给他继承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。你借布布了吗？你借布布之后，你还有在包布布吗？没有。哥哥有第一台自己的电动是到十岁耶，这个是这个不算啦，这个知道了吗？我不知道。你想让你再等我五年吗？我不想不包布布。你那等你是你不想不包布布还是不想包布布？爸爸，我不想包布布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你想长大了吗？那我是今天去说好了。好。那你要看练习，要念要告诉我，顺便要告诉我。这不是好棒哦！这不是我第几次？好棒哦！那你现在有没有尿尿？有没有便便？没有。哎、啊、想便便的时候告诉我，想尿尿的时候告诉我，我就带你去马桶。好，那起来喽，哥哥他下来喽。好，下来吧。跟你讲，你还不如让你看得到的地方比较好，你看不到的地方还容易出事。你不是说礼物在换吗？那时候我本来只是自己想买一台来收藏的。看到你好喜欢，你那个真的是真心打从心里喜欢的那个眼神，那我想到我小时候就也好希望自己有一台，有一台的时候那种心情是超级开心。对，所以爸爸送你之后他又买了3台。真的？假的，2台。哦，还没遇到。那我就想到啊，其实这些都是怀旧游戏，可是在你眼里都是大作，表示你的游戏的品味是不错的，是 有上来的、啊，不是只是说要玩那种现在那种画面声光很好的游戏啊。爸爸，你看我的技术，我把奶油都弄在外面。你不吃奶油？对。妈妈哭了，妈妈抱一下，抱一下。为什么？抱一下。会累。会累吗？哎呦，我们家彤彤感动，长大了吧？彤彤长大了，十岁了。那十岁了，十岁真的是不一样，进入到就是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啊，就是每一个十，每一个十都是跨到下一个阶段啊。很小的。第一个十就是零哦。对啊，你人生的第一个10岁啊，然后也希望你可以长大一点，然后多照顾弟弟啊，好不好？哦、嗯，你慢慢有哥哥，要有哥哥的样子，10岁了。妈妈今天在卖场跟你讲的话，你要记得。有事没事就想一想。啊，这是我的生日礼物，我的心得是它很薄。然后里面游戏很多，然后很好玩，然后电力很耐用，很适合携带，重量很轻，对，很轻，很棒，很开心，非常开心。